大家好，我是太雅，今天由咱们即将调整的蝶蝶来为宝贝们送游戏了，看一看今天的幸运儿会是谁呢？哦，三号画家小可爱，那边有修电机的声音，原来是小奈布呀，用灭小绿红天可不容易，先来一刀，没打着不要紧，骗一骗他的护肘也是不亏的，交一个我可不会放过你哦。下把那咱就找位置霸个飞，翻出去那再打一刀，哦呦喂，又没打着，这距离算是有那么一些些尴尬，不过嘛，你就别想跑了，乖乖让咱打一刀就放过你，我踹刀，哎呦，这板子盖的有点头疼，既然这样，那还是先等淬火开了再打吧，还想卡板区找位置直接飞过去，这回躲不掉了吧，刚好用淬火看一下位置，反应小特了，这就沉了过去，我来带你去游戏收集一座座，竟然还不跑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两层恐慌也不用担心收集快了，节奏不错，不过还是希望咱们幸运儿的三幅画不要给我捣乱呀，想唯一直接抽到，哎呦，不是吧，站这么远能被盖的吗，不过咱们三点裁判加速可不是白点的，下一个板子咱就可以运快带你去休息，别人打了快跟我走吧，板子踩掉这回没地儿跑了，看你怎么办，他是个你小奈布来救人，不慌不慌，这地下室可不是说近就近的，回答落地刀，呦，被卡住了，刚才是打一刀，不是吧，奈布你这不走弹的，难道是互相失误以示友好，那咱就下来收椅子吧，不快点救的话球头可要起飞了，这天气还给鸟了，哼，耍赖，赶快救人吧，我在上面落地刀等着你俩，小兵可没那么简单，先来一刀打鸟上了，没关系，再打一刀小特，先跑上挂飞，小奈布哪儿去，你也跑不掉，你这个劲儿回头挂上墙上呀，哎呵，没飞过去，那算了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，到底还是一个没抓着。不过前面这个限制，哎，戳你呢，他跑哪儿去？我还给我啪去吧，只放飞一个，不是很尴尬？跟我去后期手机坐坐吧。这电梯怎么还开了呢？这么快的吗？怕去吧你。没打着，不慌不慌，你是跑不掉的。跟着你下去，想在前面反击博弈，咱可不跟你玩，在这里站着等时机，下班的直接飞，怕去吧你。明明竟然还在这里等地窖，那你可不要怪我了。雪儿直接逃离，也乖乖留下陪先知吧。那直接跑出去吧。那船舱可不是摆设哟，地窖就在脚下，已经跑不掉了。乖乖休息不好吗？地窖开了，走啊你！转圈圈，那就来你一起活了吧。那找人都有没有受到地喜欢的皮肤呢？找圈圈，找圈圈，先去玩捏捏。